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奇。好，那我跟你说，其实就是四个字儿：阴差阳错。阴差阳错。其实不管是怎样的阴差阳错。 秋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给你两天时间让你找房子，你找着没有啊？我今天早上不是提醒过你了吗？锁给换了，我家里的锁也换了。秋月，你来真的是吧？我什么时候给你玩过虚的？行，那你好歹也等到明天早上再说吧。这大半夜的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不管。秋月，秋月。 我在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里面。没事。周年庆还顺利吗？顺利。啊。哎，梦真。 他明天就回台湾了。明天就回台湾了？他不是说过些天才走吗？那你真不跟他一起走吗？我跟他说过了，我们到此为止，我不想再尝试了。 那我们离婚的事儿要缓一缓吗？不缓了，我怕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。我没什么影响的。不会影响到你的自由吗？自由也代替不了孤独。 好了，晚安。
谁呀？ 你去哪儿啊？你跟我姐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能解决吗？刘洋，这事儿没我想那么简单。算了，不提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你去哪儿啊？大晚上的。要我随便找个朋友家呗。什么朋友啊？随便哪朋友不行啊？将就一宿。行了，就在这儿吧。不方便啊，剩下。 在，在我这我走吧。那新娘俩口刚结婚，我这起什么哄啊？哎呀，行了，那不有次卧吗？啊，有吗？有。现在这儿将就一晚上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干嘛呀？你别紧张，我想跟你打声招呼。今天晚上我要住这屋。 你住这屋？对，姐夫睡那屋，只能咱们俩凑合一宿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之前我们又不是没睡过一个房间。之前可以，今天不行。为什么今天不行啊？姐姐、姐夫闹得挺厉害的，情况特殊，我们都忍忍行吗？忍不了。 我不能跟你睡在张床上。我没说要跟你睡一张床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原来一样打地铺。我这屋就这一床被子，你怎么打地铺啊？我有被子。姐夫在那屋，你去拿被子，咱俩不就暴露了吗？这个你不用操心，我只是来跟你打个招呼，一会儿我会想办法。 坐下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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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乖。姐夫。